哦，这位大大，你以后的诅咒我全都吃好吃满了、啊，好人一生平安啊！祝你之后卡池全部单抽出大奖，因为我真的是靠送的单抽出的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萨克，是你被游戏耽误的保险业务员。自从上次水城爆死之后呢，我的心态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正面变化。但因为呢 ，Stephen 大大的诅咒实在太牛逼了，所以今天萨克我又强势回归啦。什么？哦，你说雨天去哪里了？啊，雨天啊，他最近忙着当铁牌最后希望雨天超人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打 DH 杠 ES 杠8的突袭哦，用水城呢把潘桥老头喷得满脸都是哦。以上呢是我使用的队伍，记得带上丽小姐。除了丽和白姑姑之外呢，其他人余力都是专三。使用的收藏品呢为以上这几样呢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开局呢，先放下德狗，一波报废之后呢，请按照顺序部署以下的干员：小羊、白姑姑，最后是赛妈。放上四二姐呢，跟她的快乐浮板之后呢，这个地方也放上快乐浮板。老头出现之后呢，直接用小羊的火山喷他整脸哦。他觉得小羊太幼齿了，他吃不下去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下面呢还有火辣的四二姐哦，可以让他兴奋的飞起来。老头喷起来之后呢，请撤了一下德狗和四二姐。之后呢，先放水城，再部署 N3。那 N3 的攻击位置呢，紧接着朝右边，因为这次活动的敌人呢都不喜欢从中间来。与老头交战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开启白姑姑，接着呢用水城喷他整脸。这边呢有个很关键的操作，因为老头阵亡之后呢，全场敌人会莫名其妙的兴奋哦，所以呢右上角的潮喷术士呢，一定要用力去分散他的注意力，这样呢才不让他太兴奋，把我们家右边的高台全部喷的不要不要哦。基本上呢，撑过老头本关就没有难度了。最后面呢，我们用快乐浮板放上四二姐拦截术士，再用一次快乐浮板加丽小姐拦截术士之后呢，让小羊再高潮一次。以上呢就是 DH 杠 ES 杠8的突袭打法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。祝大家都可以被水城喷得满脸都是。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